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Leon。哦，丸子。好，今天我带丸子来到一个之前我跟 King 还有教头一起来过的这一个山洞。那这一次带丸子来是因为丸子没来过这种山洞吧？没有。对，所以这一次我就带他来这一个山洞里面走走。那顺便就是也让大家看看不一样的视角，因为之前来我们是用摄影机拍摄，所以它的广角程度没有那么广。那今天我会请丸子帮我拿那个360的摄影机，就是新添购的一台机器。然后，我先想一下，已经两届啊，但都还未开始摄的有啊。我听到脚步声。嗯。我们先开场好了，然后我都刚刚拍照好者打招呼。嗯，但乐意会较少一点。然后这一个地方其实它原本算是一个防空洞，然后早期也算是军事在使用的啦。那当初在可能一二十年前，那时候这个地方刚开放可以让民众进去探险的时候，它里面其实有很多的毒蛇还有虫。那曾经也有在里面发生过一个状况，是有一群人进去，然后结果竟然在这一个山洞里面迷路。所以当初我们要来的时候，就是有先跟自己的朋友讲说，如果几点前我们没有跟你说我们出来了，那就帮我们报警一下，因为进去之后手机完全没收讯，你就是等于与外面隔绝。所以今天也算是比较危险，因为今天只剩两个人来，所以要特别注意。我插话一下，你说有可能会鬼打墙哦？对啊，他们就是在里面鬼打墙，因为它里面有很多岔路，你行不对，你有可能的迷路啊。抱歉，我今天有带糖果，用糖果做记号。它里面是之前有人用绳子做记号，但是那个绳子还在不在我不确定。然后那时候有发现里面有人在墙上写一些宗教的字眼，那时候我们是怀疑说是不是有人在里面修法之类的，到底是怎样我们也不清楚。那没关系，今天我就带丸子，我们用一个更广的视野给大家看一下这里真正的探险哦，山洞。那我们就出发吧。这走路要小心一点哦，这很陡哎。对啊，你刚刚听到声音啊？有啊，我听到人在讲话声音啊。拍摄是有人吗？这样还够人吗？那你确定？哦，蜘蛛网很多。这怎么走啊？哎呀，要较细腻的。哇，非常多。丸子现在在帮我拍摄，然后我拍摄前面给大家看。我问一下哦，你说还没有毒蛇，是什么毒蛇？我没看过，因为现在后来好像听说是有一群很像是志工的会来帮忙协助整理。应该没外是龟头啊。王先生，我帮你看什么蛇，知道？要注意头壳顶哦，哎，头壳顶有当时啊会有一挂迄落蜈蚣。安怎？没有，就拍掉喽。这什么？还有佛牌哦。哎，对了呢，墙壁上出现一面佛牌，而且是中古佛牌。哇，你眼睛怎么那么利啊？因为我刚刚滑下的时候看到了。那里还有一个，
哦，你目睭有够来个啦！我之前甲因来无看到呢。我刚左下看到了，瞄到了。有啊，这个红线还在这里啊。之前他们做记号的。哎呀，这里有。你有辦法走嗎？我先，你先走，我才能走。第一支攝影機要上我嗎？好。大家看一下，现在这是超广角的画面，你们看一下，蓋恐怖裡面。來，後面。我们现在要往这一条进去，如果没有这一台的话，真的是拍不出这个视角。不快乐？看到了。哎，这几辆小朵来。然后我们现在要往前面走过去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安创，为什么都还有插播椅啊？卸掉了。供杯啊，之前来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他地板上有供杯啊。供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可能有人炸物件来来底摆啊，啊无遐来念佛牌，啊内底阁有写迄个宗教的字眼，代表讲有一种怪怪的人会来内底遮，亲像电影安尼啊，做一村安尼无，就是一内底放神像来摆啊。了解。对啊，真安尼足夸张诶，然后。行，咱即摆入来好啊。迄台你安尼我都看哦。我来，安尼我行头前，你迄台我都看哦。我先看哦。你甲看好。我行头前，我行头前。是啊，我钓乌蛇。较细腻个哦。你啊，辛苦啊，无爽快来讲一下。好好，我看。哦，这个视角，拍摄漂亮哦。加，要往这边走下去。来，等会要照一下哦。嗯，拍摄漂亮啊。安装安装，你不给我唱听哦。我得跟你讲，这真正有人在拜。等下等下等下，我拍头。好，行。哦，你看这都够冷的啊！有感觉无？有风。一个冷风的，你。你这台帮我开，我这台先收起来，只能依靠那一台了，这一台不够广角。你什么声？没有，我打嗝。无啦，我听后边有一个声。等下我们去看一下再。你会听到吗？我刚打个自己把自己声音盖住了。哦，不行。来，这写什么？没有，他那个是座机号。加，我跟大家讲一下哦，我们非常的不建议大家。晚上来这种地方，你们看一下，
而且我们从刚才在上面的时候就一直听到有声音。嗯。你的手电筒应该有够光哦。有啊。你尽量甲搭甲朝天花板，安尼你较好行路。以前古代人是人太是人很矮吗？不是啊，他这个防空洞要打仗的时候就是会使用到的。啊，后来有没有用过我就不知道，好像是从那个日治时期那时候留下来的。你有听到声音吗？嗯，我可听得到。而且地板都是当初人家留下来的红线。